咗我哋話，依家我哋啦，哦，咁嘅嘢我真係唔好笑啊！我只大隻啊，真係唔會賣哦，佢真係唔會賣哦，笑係咪？笑係咪？笑係啊！其他其他啦，等下我接你啦，睇我上嚟。里面的东西，一个小时。它叫鳄鱼，不叫恐龙。丝木鱼你可以来拿。丝木鱼还有很多。你给到了。
不会的，为什么？我叫他回过了，有人回过了，他们回过了，你看一下。回过了，有啊。回过了，最管的，最管的回过了。你们吃麻辣火锅啊？老板在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在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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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我现在没办法看你的脸书哦，都成熟。我出门不会带，我在直播的时候不会看其他东西啊。你想要被胜贵耶？你被胜贵卖料钱哦。料钱，这贵也不少嘞。我来。我好谈。要死啊！我们带这几个东西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哪里啊？啊，料戏啊，料戏啊！你的料戏啊！准备。
包下你包下，包下包下你包，包下你包掉，这两个包就是钱，多少钱？这还钱我这这，啊，你包，这还你包，包下你包就包我了，就包了，就包我了。我叫来不叫来谢文浩早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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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报啊！报啊！报了！捡几百件，捡几百件。哎呀，捡几百件。这不搞这个啊？这几件，这好几百块，这几百六块，这不就捡几百？捡几百块，五块就捡几百，也就。哦。他为什么捡？因为他会啊，因为他会捡，对。这捡几斤？捡几斤？还有鳟鱼，对吧？而且在。螃蟹留一份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潘呢？潘呢？你什么时候可以来？你今天要来吗？三百零了。等多少多少？三百零，三百零。三百块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三百块，三百块几啊？到几啊？包下，包应该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包，我讲。最后讲呢？最后讲。嘉辉工作最后讲呢？什么？三八会就好吃。好吃，超好吃。真正啊，最好吃啊。无吃找嘉辉啊。无吃，嘉辉，只要嘉辉啦。但讲当初咱只要叫三八会啊。嘉辉，你办了嘉辉。你把你千万要我已经把手掉。
哎呀，讲四位，讲四位。春雨没了。讲四讲五百，太晚了。讲五只还五百，好像。春雨没了。我赢了，我赢。我不讲，我来，我赢过来，我赢过来。变我赢过来。不讲，我赢个进来，变表现个进来。没了。讲五只，讲五只来五百，你来讲五只五百，我。讲五只，讲六只来五百了。是五包，我现在五包，五包叫叫，你是的，七只的五包。哎呦，老伯伯，老伯伯，老伯，五包。你先提钱，我帮你提。一只剩七十几块啦，五包，五包，来，这就，过来，我一个，这水的我一个，水果只二十四只，这六只是七只来五包，我一个来，我一个。来了，我看这箱水果，水还不要贵。哎呦！水果生意该挂。混血儿。一样三位四位的，这五位来，这六位来，这七只来，五百对了。哎呀，五百，你是四只来的，这六只来，七只来，五百块。我一个现在五百，要不得啊！哎，一定要结。结。哎呀，还别个结。金龙三十五来的，六七来，过来。不好意思哦，你看到你的字的时候，顺宇进来了。黄磊现在正在开车过来当中，我想想看要留什么给他，但现在只有螃蟹而已。黄磊现在只有螃蟹留给他。这春节什么？五百了，啊，一边个钱，一边个钱，啊，今天三十五人，七只了，五百。这两位现在八五了，八厘了。黄金仓哦，黄金仓来。这黄金仓大只的。你无下手，你若头前拍，伊今日打我下手，你去买，帮我百几米就解看，啊，即摆赚起来偌济？即摆三百，你只爱赚起来三百，一只三百，两只六百，啥？黄副县长，五百了，五百，黄金仓什么价？五百，我大只的，三只五百啦。我人要吃，我就吃，人要吃五百。哎啦，这四只五百啦。啊，过来啦，黄金仓，这。来了哎，这两百二五啦，两百五先买二五。哎呀，我试试看，先买啦。哎，你看，东莞的。哎公，贵呀，我呀。哎，别断一下卖，别断一下，别断一下。他那不好意思了。拼一片的，这拼一片的。啊，所以今天不多。对啊，我看你吼，老哥，超市你卖，你当归也看卖一袋啊，一袋上够要卖一袋一百，两袋三袋卖三百只。最近工作很多很忙。200块，两四袋200块，两四袋200个。忙很好啊。我就一个弄来只，400-300的。你那个就一只。来头前来。对啊，今天人蛮多的。200块。八袋200块了。廖美竹，今天没有来吧？这200块了。一包八袋，你来看嘛，一两三四袋啦，四袋、五袋、六袋、七袋、八袋，现在200块嘞，青鱼片现在200块，200块啦。哇！做两百只青鱼片还200块，现在200块。你不能青鱼片200，一袋要剩25块无人来啦。青鱼片搁写嘞，现在搁这个龙真啊，领导飞还蹦蹦啊，不写嘞，搁200块写，最后搁剩两个人，现在200块，青鱼片无人来，还头前接啦。不是200块，青鱼片，有影包啊？不要接啦。来，搁有人来问200块啦。一袋2块青鱼片无啦，你不来嘞？你坐飞机搁放坐船来，无人来。你不来叫，无人来。啊，你白手有人吗？无啊。你白手有人，白手剩只什么？白手啦。啊，这边三百一什么？这边啥？这边150了大只的，这边150。这130啦。八厘，一百二了，还八厘，六厘才给你三嘛，还八厘够下来了，
有人要吃木鱼的到现场了没？霸凌啊！要吃木鱼的，你有没有到现场了？快没了！霸凌哥现在霸凌！来了，阿彪！霸凌！来了，霸凌！霸凌！现在你先不下。